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嚟到我哋名人站代步嘅 YouTube 频道，我系阿 Ring， 今日咧就介绍翻呢个 Remora 嘅 luggage。Remora 呢个品牌咧，相信大家咧都耳熟能详啦，成日都会喺街度咧见到咧，简直就系呢、这个luggage 嘅品牌指标。系啦，咁当中咧我就攞咗呢个款式嘅型号，叫 Essential 同埋 Essential Lead。系啦 ，Essential Lead 咧就喺呢、这个。单订嘅，而 Essential 咧就系呢一个双订嘅，咁佢哋嘅分别咧就在于你都见到啦，除咗嗰个订位啦，其实整体上面咧都有出入，佢分别有磨砂同埋零面嘅，咁呢一个 Essential Lead 咧，佢就系二十寸啦，同埋呢个就系呢个廿一寸。都可以方便咧，你出 trip 啊 ，business 都得，系啊。啊，依家就讲呢个 lead 嘅款式。咁 lead 嘅款式咧，喺揸手柄呢个位置咧，就会啱啱好嘅，即系走翻你个手调校翻你自己适合嘅高度啦。咁然之后，佢呢个品牌咧，其实就系德国 German 呢个品牌，系啦。咁喺2017-2018年咧就被 LV 收購咗，所以你見到佢前面啲 logo design 咧打磨咗 Remora 呢個字樣，都比較精緻，係啦。咁呢個啲嘅本身咧，嗰、那個密碼咧就喺前面嘅呢、這個位置，喐一喐就可以輕易打開。咁當然就係你自己親自調校翻你自己啱你嘅密碼啦。個密碼咧就係要你固定咗啦。調校完之後先至鬆手，係啦。咁除咗調節密碼之外，咁我將佢打開啦。係啦，咁佢裡面嘅 cutting 咧都係比較密封式，係啦。而佢呢個型號咧，佢呢個款咧，佢就比較輕便啲嘅，所以都比較親密。系啦，咁你收纳嘅时候咧，就一次过放埋落去啦。咁佢都设计咗个双拉链，就方便你用起上嚟。系啊，咁佢被 LV 收购咗咧，佢就转咗，又都有翻一个嘅 dust bag， 系啦 ，Remora 嘅字样嘅。有個 logo 咯，咁裡面都配置咗一個 Remora 嘅說明書，介紹翻呢個品牌等等，同埋有個配件，有個掛牌。係啦 ，OK。咁除咗呢個之後咧，就依家講翻。佢唔係 lift 嘅款式啦，佢唔係 lift 嘅款式咧，佢就喺側邊開嘅嗰個開關。啱先提及到嘅設置個密碼啦，都係一樣。但係佢內裏嘅 cutting 咧就自然不同嘅，佢可以自己鬆開啦，擺西裝外套 jacket 啦，方便你收納嘢。然之後出面都有翻一個。放少少輕便嘅嘢，咁佢兩邊 cutting 都一樣。呢度都有印翻一個 logo， 咁佢呢個咧雙手柄咧，用起上嚟就比較方便啲，係啦，比較就手。而佢磨砂咧，磨砂方面望落去咧，就比較復古同埋型格少少，係啊。咁喺購買之前咧，佢都會有翻相關嘅 information 啦，係啦，佢嘅尺寸啊、大小啊，咁你就可以對翻你相關嘅航空公司啦，再睇翻佢嘅大細適唔適合，或者寄倉，或者 hand carry。
佢都有個令身嘅效果。係啦，同樣咧，嗱，咁喺佢個碌咧都有翻一個個 logo 嘅，即係喺呢啲細微位置咧都做翻自己相關嘅 logo， 設計方面都好細心，喺呢個位置都有。咁佢側邊咧，其實你都會見到佢有印上一個佢嘅型號啦，同埋生產年份，咁就方便大家咧隨意咁樣，可能有少少損壞就攞去維修啦。係啦，好，咁樣咧就講到呢度為止先。係啦，如果大家咧仲想知多啲咧關於 Remora 嘅資訊啊等等。或者仲有其他型號款式嘅，或者唔同嘅大細，係啦，可以嚟到我哋尖沙咀開放到名人站嘅門市，係啦，咁到時候咧會有同事介紹翻相關嘅 product 啦，係啦，咁依家就講住咁多先，好多謝曬，拜拜。